男早位置是正常的，男的他也那么难找，就真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。请沿汉西大道西继续行驶1.1公里。不然你如果选到那些北汽啊、东风啊那些车的话，你是个行李箱，你想都不要想了，你要放进去。对对对，你的车是什么？广汽传祺啊，广汽传祺，它现在独立出来了，叫安安。它在地底里面也是属于那个广汽吗？它是属于比较宽一点的车。我们这个车比其他的车都要宽好多的。嗯，你的车辆很宽嘛？所以坐着几个人，它也不算太挤。你如果打到那些北汽那些或者东风啊那些的话呢？ 它就很窄，像你四个人的话，你就点一个宽汤好车，就多多，有时候多1块6，有时候多2块6，不多，但是呢，它就能放的东西多一点，自己也坐得舒服一点。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呢，它出。不用紧，我怕干得好了。
来。哎。那个那姐那个那情况才现在我们讲话没了，那个肯定三波我们家是拿出来的。我那边我就讲，我在那边吵吵，然后就是人家觉得这里去。这个很快，一样难的了，一样羊肉的，那是牛肉，牛肉，然后这个排骨呀，那个是排骨，排骨的骨。有没有辣椒酱？有，辣椒。